大家好，我是千一门李洪杰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就录一下这个弹洗空拍。有的人能弹个四加五加一次性的哈，有的人弹个六加七加，对不对？好一点的啊，六加七加吧。但是我今天挑战一下弹14加，就是我们正常的弹洗一次牌就可以了。靠实力说话，靠技术证明，看我的基本功怎么样，行啊。对不对啊？刚好14家，只希望兄弟们都不要参到赌博当中，十赌九诈，治安家庭，远离赌博啊！我们这个技术呢，其实说弹洗靠的都是一些技巧性的哈，也不是说有的人想象的那么难，是吧？不管你弹多少家，4家、5家能弹，6家、7家也能弹，当然说14家也能弹，这都是基本功的一些运用。好，最后还是那句话，远离赌博，治安家庭，